好了好了，兄弟们不看了不看了。兄弟们，我先去上个厕所好吧，先去上个厕所。来，毕业，罗毕业，过来。我去上个厕所。伤心的蔷薇，欢迎兄弟们，欢迎兄弟们。九点，现在九点钟，丽江古城下雨，头发都湿透了都。欢迎兄弟们，晚上好。头发湿透了，看到没？我还打了定型遮底膏的，还是三七分。欢迎新进来兄弟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刚刚去了酒吧没信号，这一路信号都不好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关了，这个随身 WiFi 关了，这个不好用啊。然后我连的咖啡店的 WiFi。你拥有我的，不只是今夜，宝贝，你比他小了六岁。现在不卡了，不卡就行。我实在憋得没办法了，就是播户外，就是那种。要上厕所，你知道吗？我先去上个厕所啊，兄弟们，给我一分钟，好吧？给我一分钟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这个咖啡很有逼格的，每次有水友来，我都带他们过来在这里喝咖啡，非常非常 nice。而且这里重新装修了，更加有那种复古感，就是那种欧美的复古感，就那种感觉。先上个厕所。也不用再说，宝贝，随
解瞌睡来了。兄弟们晚上好，我回来了，上了个厕所。这家咖啡厅叫三舍，大山的山，舍是什么舍呢？舍得的舍，三舍。非常有感觉的一个咖啡厅，我要准备点一杯，但是我怕晚上喝了睡不着，但是我还是要喝，来都来了的嘛。兄弟们喝什么？喝卡布奇诺，还是喝什么？喝玉龙雪山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在三舍。洋洋来吗？洋洋，他们就在对面酒吧呢。然后我在三舍这边，因为过去信号不好，我待会儿去吧。待会儿去，消费怎么样嘛？我在这里是 VIP， 你们现在哇，那个女的好高，我操，一米八吧。就我自己啊，就我自己。欢迎你们坐，你们可以坐。在门口拍照，帮我做一杯玉龙雪山，谢谢丹丹。那个大连小哥呢？他也去酒吧了。那个男的有钱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操，贝贝，你这都能看出来，有点牛皮哦，我都看不出来的。你拥有我的。Hello， 小姐，欢迎来到三舍咖啡，一首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带你回到高中恋爱的感觉。三舍咖啡，欢迎光临。哎，小姐，你需要一杯咖啡才能昏睡过去。对，也去云居了。你在哪儿呢，洋洋？洋洋，你去哪儿了？在种什么样的种子，开什么样的花？你在客栈吗？你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在客栈吗？兄弟们，这个发型是不是有点憨皮哦？就你自己吗？你要不要过来找我玩？兄弟们，看一下这个玉龙雪山怎么做的。兄弟们，我点了一杯咖啡，名字叫玉龙雪山，特别特别 nice。哎，深夜好喝，真的。还有纯咖，还有非咖，还有脏咖，咖啡很多的。全是手工做的。哎，玉龙雪山这里，玉龙雪山，兄弟们，这里玉龙雪山，还有丽江花语，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。待会儿你们可以看一下真正的玉龙雪山啊。贵吗？不贵啊，这怎么贵啊？你这是开玩笑。你看一下人家制作，什么叫玉龙雪山？就跟，因为去过玉龙雪山了就知道，他做完这就真的跟玉龙雪山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看他这里的装修，兄弟们，这种环境我告诉你，在这种院子里面喝咖啡贼有感觉，就下午的时候特别有感觉。然后这上面还有日式的那种，这边也上面也有，里面有二楼小院儿，喝的是种感觉。那你说的咖啡，我必须得开个专场了，我给我王某人自己开个专场。我都不会做咖啡，我去洱海边卖咖啡，38块钱一杯，没人讨，没人还价。现在都很多装修都是那种啊，很多。
兄弟们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玉龙雪山的感觉？太棒了，我就喜欢喝这种。哇，专业专业。嗯。还专门把它 拉到杯子外面来。我可是人上人啊，兄弟们。好嘞，兄弟们，我就坐在这里，看着外面下雨的丽江。他们在那酒吧喝酒，我待会儿去嘛，晚一点去。现在去那些人都没喝多，我去干啥？等喝的差不多了，我再过去。这里还可以听着歌，哎，日咖夜酒。得得得，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有没有逼格？以后你们叫我王总好不好？人上人，人上人的那种感觉。后面有个花园，就我喜欢在这里喝咖啡，特别有感觉，特别有情怀，你知道吗？来丽江不就是摆烂吗？不就是享受生活吗？丽江的时光，日咖夜酒，就是这样的，白天喝咖啡，晚上喝酒。那么这个咖啡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叫玉龙雪山。玉龙雪山的就是火山灰的那种感觉啊，黑的，然后山顶就是雪，看到没有，山上也有雪。能做出这种咖啡，想必是咖啡艺术大师吧，特别 nice。 反正我经常过来喝，我都是冲着卡，我要直接冲卡，从卡上扣钱就行了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，就是约女孩子去哪里，在丽江艳遇约女孩子去哪里，我告诉你，咖啡，就显得非常的有逼格，又跟你在城市里面喝一杯星巴克又不是那种感觉，这才叫 style。就这种 style， 就这种 free feel， 倍儿爽。你好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真的喝上一口之后，你觉得真的整个玉龙雪山都把你环抱着。我是来看撩妹的，不是来看喝咖啡的。不是撩妹的话，下雨的吧？理解一下嘛，兄弟。哒哒哒哒哒，咖啡当然，喝咖啡的同时你要抽一支烟，因为我没有雪茄啊，兄弟们，我雪茄，因为喝咖啡就配根雪茄，就是真的是人上人的生活了。但没有雪茄，抽一支其他烟吧。这个是属于什么？斗鱼直播。斗鱼。对。直播间里可以抽烟吗？不可以。对呀、啊，不能抽烟的。我拍外面，我不可以抽烟。我在里面。直播间吗？直播间人在的兄弟们扣一。美女的喝什么吗？一个人的话也可以啊，点，你看我一个人在这里点杯咖啡，跟大家唠唠嗑，对吧？我因为我在直播就不点酒了，我怕我待会点酒给你们打一套形体拳组合拳。迷弟，以后我赐你在社团里面当个班长，好不好？当个班长，你再干一段时间，我给你提成连长，后面再让你当个团座，等我社团再次壮大起来，欢迎黑你。上次兄弟们，上次那个巴黎啊，巴黎把波比咬了，波比好可怜啊。
包庇屁股缝了40多针了，现在都还有线没有拆。包庇，看好聪明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老科技了，老科技了。这只狗是从英国买回来的，进口的，进口的科技。进口的柯基比国产的柯基要胖一些。兄弟们，对面二楼上那个歌手咽喉嗓，兄弟们点弹幕打个分好不好？咽喉嗓，他唱的是老谢写的一首歌，就是大兵的小屋，有个歌手叫老谢，你们之前在我那个直播间经常看到吧，他写的一首歌阿香火锅店。好听好听，哎，兄弟们，哎，真的有谁有专门来丽江听我弹吉他唱歌，然后以后我多练一些歌吧，多练一些歌，但是我也不能去，你知道吗？在丽江你不能去抢那些歌手的风头。波比的毛进嘴巴了。兄弟们，我在丽江退休了。我弹吉他练了多久了吗？兄弟们都知道，我这吉他是相当于是一个爱好，就跟我爱直播一样，一个爱好。我头发剪了，看着顺眼多了吗？之前扎着辫子不顺眼是吧？哎呦，早知道早点剪。这个民谣歌手声音有点太嘶哑了。我练吉他，我这样说你可能不信。我从自己开始练吉他到后面会自己弹唱歌，第一学的第一首歌就是《桥边姑娘》，花了一个月时间。我那个时候手指全部弹破皮了，全部出血了。我再也不能弄脏辫了，兄弟们。因为只要弄脏辫的话，我头发就会掉。我再做两年脏辫，可能就要秃头了。对，我吉他是自学的。其实吉他很简单的，你要学乐理知识，你要学和弦的转换，还挺难的，但要天天弹，天天弹。其实弹这种歌很简单的，就看着谱都会弹。对啊，还要学识谱。兄弟们，雨下大了，我在路上拦一个小姐姐啊，你们觉得长得好看的我拦下来请她掐个咖啡好不好？欢迎杨普巴菲特。我说实话，只要是但凡是一条狗，它来到丽江都会变得很难。Hello，Hello， 美女，美女，
实话真讲了，比如说你看，懂了吧？真的，小动物都知道躺平、摆烂。我在。这首歌是那个写的，那个老兵民谣，哎，叫什么兵？不是，不叫老兵，叫李，哎，那个人叫啥我忘了。大兵不是大兵，不是那个大兵啊，叫什么兵民谣？他写的一首歌叫《陪你去可可西里看海》。哎，这个民谣歌手唱的全是丽江的那些原创歌曲啊，还挺有。Hello， 奶猴，你有病多干？它上面是个，就是一个楼顶，然后搭了一个雨棚。搭了一个雨棚，然后买了个月球在上面。我待会儿带你们去那个民谣酒吧，特别嗨。我待会儿去找保安要一下 WiFi 密码。那个酒吧就特别嗨了。哇，玉龙雪山超好喝，兄弟们，这个叫张咖，你们应该都没有喝过张咖吧？这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张咖，这就玉龙雪山的颜色，上面是雪，我特别喜欢这一款。白天这里爆满的，兄弟们，你们别看这个咖啡厅，我告诉你，下午这里爆满，你位置都没有。人上人，兄弟们，在丽江来做当人上人吧，只需要一杯咖啡就可以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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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浪子。咖啡冰的比热的好喝吗？我觉得咖啡的话冰的好喝，冰的好喝。洋酒冰的好喝，啤酒也是冰的好喝。兄弟们，你们记住一个原理啊，就能量守恒定律，什么对人体来说什么冰的都是最好的。就好比蔬菜放在冰箱里面，都可以放一个多星期。就这个原理啊，保鲜，一定要冰，保鲜。什么都要冰的。以后我希望我以后，当我去世了，我会埋在玉龙雪山下面。嘿，大长腿，我操，这三个帝王级兄弟。哎，这几天下雨下的心烦意乱的，兄弟们。噔噔噔噔噔，欢迎竹子哥，下雨菜凉快。丽江的雨季马上来了，丽江的雨季，也就是说六七八三个月的雨季快来了。
海盗船长，又让我想起了船长那首那只狗狗。兄弟们，待会儿带你们去，下雨天啊，没办法，我待会儿带你们去一个比较好玩的民谣酒吧，特别热闹的，去嗨一下。我给超管说一下，报备一下，免得他妈直播间被隐藏了。今天是11号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杀死那个石家庄人，丽江不用开空调。对啊，这边很多客栈都没有空调的。生活如此三四年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，杀破瓦，杀崩塌。就是如果说你要当一个民谣歌手，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创。所以说我写的第一首歌将会是叫《不惑之年》。欢迎小白。到大厦崩塌，谢小白的荧光棒。兄弟们，再待8分钟啊，再待8分钟，9:50我就去那个酒吧里面了。很重要的朋友要来玩，一天得几包烟吗，鸡哥？就我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烟就够了，但是如果要给别人发的话会两包烟，如果晚上直播通宵的话会两包以上。他明天中午到。明天来，今天不是有个很重要，我算了一下日子啊，兄弟们，他不关五天，关五天，我不知道那个日子怎么算。五天，他是七号犯的事儿，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，今天11号，今天才满五天，应该是7、8、9、10、11，明天早上一早，他应该是明天早上一早8点钟就出来了。
跳舞鹅在古城里面直播逛街吗？对啊，天文哥也在丽江啊，我好久没跟他联系了。不是峰峰过来玩。我明天事情还多了，明天要去派出所去拿证据，然后去法院去起诉那个，就是打我被拘留五天的那个逼，我要民事起诉他，还赔我钱。然后我明天有个哥们儿从他去西双版纳玩了，明天从西双版纳飞过来。当时要说可以，当时我说了不协调，不接受任何协调。我医药费600多，然后他还把我直播的手机给我摔坏了，赔原价5400买的。起诉必胜，他这种只要起诉了，判决的很快的这种案子。私了赔10000，他已经被行政拘留了5天。就是以后有谁要打我的话，我就给他手上给他递东西，给他递个铁的什么东西，让他来打我。这样的话我才能倒在地上选房。搞个玉，明哥什么玉？篮球的世界杯快到了，还有2个月，我没看过篮球的世界杯啊。哎，这个小姐姐是一个人来丽江的。哇，还有这种高跟鞋逛古城的，牛皮。不明白这种，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揍我。他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兄弟们，我把他干了，我把他干了，兄弟们。冲酒吧。我听到上面有广东人说话了，好多姑娘啊。哎呦，波比，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哎，等等等。
不找天文哥嘛，我去酒吧给你们播。故事孤独，这首歌好听的。我啊，走了，拜拜。那一条街，其实烟火嗓唱这首歌不好听的，要正常的唱。有你的画面，兄弟们，如果待会儿会卡一下， 我去酒吧连个 WiFi。鸡哥他就是被巴黎把屁股咬了，缝了40多针，人都麻了。